李倩娜十月初才惊喜宣布和交往两年的黄尚和登记结婚，没想到才过17天，22号又再度公开好消息，说自己已经怀孕啦。她在文中写道：“好像大家已经习惯和疫情共存，当家人看到两条线时，都叫她要保重，没有一个例外，让她感到哭笑不得。”李倩娜也感性的说：“一切很感恩，很幸运，很珍惜，同时也谢谢孩子爸爸还有家人，用满满的爱迎接 Yellow 的到来。”文中也附上去产检的影片，好友及粉丝也在底下刷上大大的祝福和恭喜。李倩娜也透过经纪人表示，目前怀孕3个多月，预产期是明年的4月。李倩娜和黄尚和本来就有规划要结婚，但怀孕算是一个惊喜，两人对于宝宝的到来非常开心。由于李倩娜曾透露19岁时有过一段婚姻，并生下1子1女，如今相隔18年再度迎来第3胎，可说是喜上加喜，真的是太恭喜了。Bye.